朋友们好，我们接着来聊乌克兰跟俄罗斯的那个战争，侵略战争。我们不能让这个战争啊，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慢慢的冷却，慢慢的不关心。我呢，现在想做的就是努力把人们的注意力继续往这拉，让大家继续关注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人家乌克兰人的苦难啊，人家在受难，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呐。那到底是什么苦难呢？就是一帮同样是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人强加给人家乌克兰人的那个什么纳粹，所谓的反纳粹、去纳粹化，然后就派了几十万大军，好多好多装备去拆人家房子，去杀人家人，然后呢就是毁坏人家的家园，扰乱人家的生活。这就是我想让大家都知道的。如果这件事情一天不停，我那天天不说别的。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装作看不见、听不见，我就盯着这件事情。今天早上我发布了一期视频，就聊了聊，乌克兰人在过去24小时的这个战绩。就是有个朋友呢，后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说：“你光说摧毁了多少坦克装甲车，多管火箭炮跟反火炮的这个装置啊。”等等等等吧，那你怎么不说人员的损失呢？或者在打死敌人的这个数量呢？人才是最重要的，那才是有生力量啊。所以这些武器都是由人来操作的。这样呢，我呢就又查了查这个人员的这个就是给俄罗斯军人造成的人员的损失。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就是从开战到现在，总共损失了24000多人嘛，差不多每天就损失200到500人左右，昨天好像被乌克兰人消灭了400多人。刚刚我又看说是刚刚又经过了一场战争，打死了50多人，就是可能已经快接近500人了吧，就是人员的损失也是相当相当大的。现在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打来打去有进有往之外，在敌后啊，就是双方的控制区也展开了一些抓捕的行动。乌克兰人呢，他呢就是抓所谓的乌奸，那些人呢在乌克兰待着，然后呢给俄罗斯人提供情报，在社交媒体上骂乌克兰的这个前线打仗的这些士兵啊，或者是就是后方维持秩序或者是从事义务工作的那些工作人员啊，就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让人家给他请过去喝茶。俄罗斯也是一样，他在俄罗斯国内我就不说了，他在占领的人家乌克兰的这个土地上，把乌克兰人选出来的那些所谓的人大代表吧，就是议员给抓起来，然后就是严刑拷打。当然，那些有些议员是没有逃出来嘛，就是尤其是赫尔松地区这样的事情是发生的是比较多的。我们回头再聊战场。今天就是我给朋友们发布完那期视频之后啊，刚刚我又看到一则消息，就是说是，乌克兰人在哈尔科夫郊区。在进攻就是反攻的时候啊，又夺下了一处居民点，在那个居民点里头找到了一个秘密军火库，完整的秘密军火库，里面有各种武器、车辆的配件、弹药，还有各种各样的完整的那些军事设施，还有武器啊等等的，那价值差不多有2亿美元这么多，就200个百万吧。相当相当的，这个战果是相当相当丰富的。那些配件他们都直接拿来可以用，那些炮弹呢，直接就可以打，火箭弹也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下可能就是后勤就供应就更加充足了。这些东西呢，都会一个一个的还给就是入侵者，当然是以爆炸的方式还给他们了嘛，就是夺命嘛。现在俄军的士气是相当相当弱的。我看到了几个虐待他们俄罗斯虐待他们士兵的，打耳光的也有，踢的也有，打的也有，好像有车臣人，就在医院里头把俄罗斯民兵嘛还是什么的，反正俄军的战斗人员受伤的直接枪毙的都有，是比较好玩的，那当然是狗咬狗肯定是好玩嘛。这俄军这个军纪啊差是从历史上到现在就是已经重复过好多好多次了。你比方说是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将军，他呢叫罗东升，他在东北就是被所谓的东北，苏联红军进来准备要打日本，结果烧杀抢劫。他因为俄语说得好嘛，就俄语制止对方，对方一听，哟，这小子会俄语，说不定会去上
一上报一告状，可能又惹来麻烦了，把我好不容易抢的东西给没收走了，就砰哧砰哧砰哧一顿把那个人给打死了。像这样的事是相当相当多的。说实在，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一样的。我昨天发的那个视，有一个视频，就说是俄罗斯 FSB，就是内务，就是所谓那个，叫安全部队吧，就是经常，就扮成劫匪抢劫商人的钱。但是平时呢，他们还参与一些扫黄的行动。就俄罗斯，你拍这个小影片啊啥，那也是非法的扫黄，啊，扫黄打非。正规军人去参与扫黄是脸上无光的，是很丢人的事情。我呢就要在战场上跟敌人、跟军人之间来打，那才叫厉害。让我去干警察的事儿，那太掉份了。但是俄罗斯军人大家抢着干这活，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扫黄啊或者这一类行动，就能够缴获大量的钱，完了有一半交给国家，一半自己就可以分了，那是一个肥缺。你看我稀稀拉拉又讲了这么多，大概你稍微给朋友们总结一下吧，就说是，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战场仗还得继续打，而且不分白天跟黑夜，每天呢，乌克兰人打死俄罗斯军人200到500人之间，今天可能就消灭了500人。然后呢，在哈尔科夫北面搜到了一个秘密的军火库，那个军火库里头军火呀，价值2亿美元。然后呢，我给朋友们就说了，就是说是俄罗斯也在抓人，乌克兰也在抓人。然后呢，我又说了说俄罗斯军纪差的一些表现吧，又回顾了一下历史。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